地牧養的教會的年輕人呢都站在上台上面。我們在教會裡面經常會說我們基督的信仰是說是上帝所追求的公平公義、仁愛、憐憫、和平的，但是呢青年人往往比教牧同工更加走得前去實踐這些價值。本來我想著可能是下個禮拜去喝就到我份啦，這個禮拜就是學生來到去分工合作，但是見到很多我所牧養的青年人他們都走出來的時候呢，是令我覺得我沒有藉口呢要繼續躲在家去看直播，所以呢今天我要繼續留在這個現場，因為我所照顧的青年人在這裡。我都呼籲在座的這裡的基督徒的青年人，你告訴你的團契導師、主日學老師、教會的牧師聽，你現在現場叫他們都來這裡，因為他要牧養的羊在這裡，請他們都來支援你。他是誰個被動地接受邪惡，就等於站在其中，就好像幫兇一樣。誰個接受邪惡而沒有作出反對，其實就等於跟他合作。我想我們今天都不想跟這個邪惡的政體去合作。基督教信仰是一個落地的信仰，並不是只拿著本聖經，並不是只躲在教會。今天後面這班青年人很多都是團契的時間，他們團契的時間就來到這裡，好像耶穌一樣跟人一起在一起，所以但願我們這份的平安都能夠彼此的感染，不要因為他們的暴力我們用暴力還抗，而是用我們的愛去感染到這一班的警察都被我們感染了。我們所對抗的不是人，是這個邪惡的制度。請大家記住，都是因為他們被上頭的指示被勾搭下，所以我們不要跟他有任何的衝突，願上帝的愛臨到在我們的當中。這個是公義、仁愛和和平。我相信在今天的集會裡面有很多是基督徒，我想邀請台上面基督徒和今天出席這個聚會的基督徒一起去念誦主禱文，願上帝的國臨到，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多謝多謝多謝各位朋友，係啦，咁啊，又收到信息啦。咁咧就仍然係大會嘅呼籲嚟噶，咁啊仍然係有一啲物資咧需要大家提供。我知道咧，其實可能因為咧點解要喺呢個階段咧緊急呼籲咧？因為其實有好多鋪頭都可能閂咗，但係如果大家仲見到有鋪頭開嘅話，希望可以盡量掃貨，盡量掃貨。我哋急需要咧有三樣嘢，第一。索帶，索帶啊！第二是眼罩，眼罩仍然是每一次的宣布呢都是有它份的，所以我們仍然是要大量的眼罩，希望大家預備好。三是雨褸，是雨褸。如果大家呢在不同的地點見到有雨褸呢，掃曬佢，咁咧有細路嘅咧都掃住先。咁總言之咧，就有需要嘅有著得落嘅朋友咧，自己覺得苗條啲就著細路嗰啲頂住當。